老公，这是我新现摘的，送给你。嗯，很漂亮。还有呢？相当漂亮。还有呢？哦，漂亮的不得了，我很喜欢。今天呢是在拍摄九号和十号的天柱葵专场，我们要大干一场，所以呢，你应该多讲讲有关于营销类的话题，哦、营销懂吗？嗯嗯嗯，那就九块九嘛。多少个品种九块九？我的品种一百多个品种的嘛，那么多。那么多个品种都九块九吗？都九块九那不行啊！都九块九的话，大家就看不到我了，我还给你弄啥天柱葵来的？你少废话，到底多少个九块九？弄几个九块九嘛？还有很多的一些新品，包括很多的一些那个没有卖过的，然后没有做过活动的，这次双十一然后也会给大家陆续的上去。我们在九号十号是天竺葵的专场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清货款，就一次性清完就没有了。嗯，所以在双十一之后呢，不仅有很多会恢复到原来的一个价格，还有很多呢就是再也见不到了。我们会在当天把大部分的品种，平常看不到品种，以及我们平常看不到没有的一个价格，当天也会进行乱放。所以大家在九号十号一定要来守天柱葵哟，一定要来哟，不来的话就买不到了哟，正儿八经的哟。乌龟的花园，实现你的花园梦想，九号十号大家来天柱葵专场哦，谢谢大家。